快看，不要怀疑，这是用 AI 生成的动画。嘿、hey, ，我是忍者妈妈，带你使用 AI 工具完成自己的动画作品。今天来介绍一个新工具 ArtFlow， 它可以让你训练自己的角色，然后用这个角色去生成图片，再用这些图片去生成简易的影片，也可以直接输入自己的故事，直接创建一个故事影片。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讲。首先进入它的网站，一样用 Google 账号登入。第一步，创造连续性的角色人物。创造角色前要先训练演员，你可以使用它训练好的演员范例，也可以上传自己的图片训练自己的演员。免费版本可以训练一个，上传同一个人的照片，8到20张左右，脸部不能被遮盖，有不同的表情、角度、背景和灯光。他这边有写 human only， 但我还是想尝试看看卡通人物，所以我就上传卡通人物的图片，看他会有什么结果。这边选择男生或女生，大人或小孩，然后命名，开始训练。训练一组大约需要10到30分钟的时间，结果他训练出来还是人类小孩的脸，但也蛮可爱的。训练完成，他会主动提供一系列的角色图片，包括不同服装、场景、不同年龄的图片，也会用你训练的角色做一个他们网站的宣传影片。对介绍 AI 工具的频道是蛮方便的，只要训练一个模型，就有图片及影片做介绍素材。图片这边可以选择分群功能，同一批生成的图片会归在同一个群组里。这边点选 Make Variant， 可以调整提示词，再重新生成类似的图片。这边是你希望它变化多大，如果选中间生成的图片其实差异不大。第二，点选图片生成，选择图片的横屏、竖屏、长宽比。导演模式可以调整全身、半身或是近距离，还可以旋转调整人物视角，然后填上提示词。如果想要生成连续性的角色，生成一样的脸，这边要选择演员，它就会在提示词这边自动增加 at 演员的名称。如果想要生成全身都一样，就选择角色，这里可以增加负向提示词或是否定提示词，来控制不要生成的部分。然后这边点开可以选择模型，最后按生成就可以咯。一次会生成4张图片，像我用我训练的演员选择 storybook 模型，图片生成之后还是会有一些跑掉，但如果是用接近真实人脸的模型，变异就会比较小。点选图片，这里可以选择 animate 或重新生成或制作成影片。点进去图片，这里一样有刚刚那些功能，还可以看到生成的资讯。免费版的不能直接下载 PNG 档，我们只能按右键另存图片，它会存成 web 档，再上网用其他工具转档就可以了，或是直接用剪映编辑。剪映可以直接读取 web 档，也可以在剪映里面导出竞争，就可以转成 PNG 档咯。第三，生成剪映的影片。为什么说是剪映的影片呢？因为这边的影片只有运镜跟口型同步两种动作，跟 Pika Runway 那种动态是不一样的。点选图片，这里可以选择 Animate 或是制作成影片。选择制作成影片就会跳到这个画面，左上角这边可以增加新的页数，每一页的图片、角色、声音、镜头、滤镜都可以调整，也可以上传自己的图片。选择图片，选择角色，文字转语音，下面这边可以输入文字转成语音，左手边选择各国语言及角色声音，这边还有筛选的功能，也可以上传自己的音档。如果有侦测到人脸，可以做口型同步，但因为我这次试的是卡通人物，转出的档案就没有口型同步的效果。这边可以选择运镜方式，还有滤镜效果。全部完成之后，在右上角按输出就可以咯。影片可以直接下载 MP4 档案，还有分有字幕跟没有字幕两种。没有字幕的档案就是下载之后可以分离声音，重新配音编辑。另外旁边这里还可以让你 remix 自己的影片，但这是付费功能。生成的影片会储存在 My Videos 这边，如果要重新编辑的话也是从这边点进去。第四，我们来讲 Story Studio 自动生成故事影片。你可以上传自己的故事，也可以直接用它来写故事。我们先讲上传自己故事的部分。
点选 I have a story， 选择故事形态，填入角色名称及叙述，最多三个角色，填入故事大纲最多2000字，然后按右上角故事生成，选择竖屏或横屏，选择图片风格，生成故事角色。如果不满意，可以个别点进去调整提示词，再重新生成，直到满意为止。如果 OK， 就点选右上角，确认角色图片。三个角色都确定后，点选继续，进入故事编辑版面，这边会自动生成相关的图片。左手边有这一页的故事简述，下面这个是图片的生成叙述，包含角色、动作及背景。不满意的话，都可以更改叙述，重新生成。上面这个是故事的标题，全部改好之后，按右上角输出就可以咯，就会自动生成一个故事影片。右下角可以更改预览的播放速度，左上角按下载，一样可以选择是否包含字幕的档案。影片输出之后，只剩下故事标题可以更改。这个 AI 工具有一个好处，它都是在你导出最后确定的档案时才会扣点。再来，我们讲另一个方式，直接用它来写故事。它这边会用一些引导性的问题来帮助你完成你的故事，例如你的观众是谁，你的故事目的是什么，故事类型可以自己填，也可以直接从它的建议选项选取，最后填入你的 idea， 按生成故事大纲，它就会自动帮你填好刚刚这些内容。如果不满意，直接在上面修改就可以咯。如果 OK， 就按故事生成，后面的步骤就都跟之前的一样了。关于动态影片的部分，它这边目前只有提供运镜的动作，如果希望做成更生动的画面，可以下载图片后再到 Pika、Runway、Moon Valley 这一类的 AI 工具上面转成动态影片，再用剪映这一类的剪辑软体编辑就可以咯。如果只是想要做简易的绘本故事，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因为它一站式就完成了，而且工具之间都还有互相连结。In the heart of the enchanted village where magic intertwines with nature, children Tom and Mary explore their surroundings with wide-eyed wonder. The Time Master, the village's most revered teacher, presents Tom and Mary with two small shimmering seeds labeled Tree of Growth. With eager anticipation, Tom and Mary carefully bury the seeds, imagining the wonders that await them.The tiny, fragile sapling sprouts from the soil, reaching towards the sky, guided by the magic within. The tree of growth flourishes, its majesty casting a comforting shadow over the enchanted village. Fruits of all shapes and colors begin to appear, each representing a different life stage. With a sense of curiosity, Tom plucks a red fruit and gazes at it intently.In that moment, he is transported back to his earliest memories, giggling with childish delight. Delicately, Mary plucks a golden fruit, its glow reflecting in her eyes. The taste of the fruit fills her with a rush of memories, reminding her of the joys and challenges of adolescence. Together, Tom and Mary pluck fruits of different hues, savoring the flavors of their past. With laughter and reflection,They embrace every part of their unique journey, cherishing the ups and downs of each life stage. The fruits of the Tree of Growth unite, forming a radiant portal, the Gate of Time. With hearts filled with excitement and gratitude, Tom and Mary step through, embarking on a new chapter of their lives. The families come together, surrounded by the ancient wisdom of the Tree of Growth. They reminisce about their own journeys,Now understanding that every chapter, every mo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ir unique story. As twilight blankets the enchanted village, families stand arm in arm, their hearts connected by the magic of the Tree of Growth. Grateful for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hey cherish the love that weaves their stories together. The Time Master gazes upon the flourishing Tree of Growth, their eyes filled with pride.They know that the magic within the enchanted village will continue to thrive as each new generation embraces the power of their own stories. 是不是很简单呢？赶快去试试看吧！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让我们一起站在 AI 这个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高更远吧！